是这首 Rich Car No. 16 by Francesco Damignano、Francesco Damignano 的 Rich Car 第16号、当然这个16号是根据 Arthur Ness 的这个编撰、他是第一位把、Francesco 的作品呢做有系统的 编排。当然、有 Francesco、Damignano 16世纪中期的人，那他的作品有多少是绝对百分之百是 authentic 是他的写的还是后人杜撰的这里面有不少是可以争议的，所以我们今天还不敢确定什么东西是所谓的他的全集这一点，但这首大致上我们会认为这是他最早出版的他自己 authorized 再次出版的这个所谓的谱集应该是确立属于他的，应该没问题。当这类型的曲子叫做 Rich Car 有很多层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鲁特琴或者 Biwela 的演奏者来讲，这个意思有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Rich Car 是 research search 的意思，追寻寻找寻找什么，在这类型乐曲之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它是由所谓的图表谱来显示的，但是在图表谱所显示出来的呢却是一个完整 strict 严格的声部写作，也是像一个三声部或四声部的合唱团这样的一个演奏一种方式，所以牵涉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诠释这上面的所谓的音，有哪些音需要被延长，哪些音呢需要被切断，哪些音呢需要被挂留这些东西你要如何去 articulate 去考虑这个乐句的断句的一个问题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寻找，那唯有呢更深刻的了解这类型文艺复兴时代的这个复调的曲风，我们才有可能呢在 Biwela 上面呢表达出这类型的乐曲这一点呢在早期的这个所谓20世纪开始复兴这些文艺复兴时代曲目的时候大致上沿用着19世纪以降的这种吉他的五线谱的有记谱方式，注意到那时候的音乐的一种风格从19世纪以降我们的音乐主要是一种所谓的主调音乐的一种观念，所以很多时候呢对于这类型的曲子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诠释这点呢使得这些曲子呢一直没有显现出来他们应有的风貌在这里我尝试的把这首曲子呢利用三声谱的这种写作方式呢把它诠释出来，大致上我们看到这类型的乐曲呢大致上是一种段落的方式，跟当时的经文歌一样，而每个段落大致上以所谓的终止式来做分段每个段落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主题或者动机出现，那么声部与声部之间呢依照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动机或模仿等节奏的方式来处理。此外呢特别要注意到这时候时代的这 Francesco 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和声学，更没有所谓的大小调，那么当时呢大致上呢仍然是一个所谓的调式的一个时期，作曲家在写作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调式，我们就所谓的八个 Trish Mode 八个教会调式，那么这首曲子呢在这个实际诠释上它应该是所谓的 C Miscellaneous 调式，也就是它第八调式，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在诠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认为它是一个大调所以常常会有人认为呢像这样的曲子会用所谓的 C 大调的观念来诠释其实呢它在这乐曲中不乏看到许多降 T 的音，降 T 的音会让我们是一个降记号的状态，但很多 T 还原呢T 还原这个时候是在尤其是发生在终止式
的时候呢，这是按照至中世纪以降的就是 musica fictus 的观念，就是你要怎么样让终止式好听啊，所以有些的音程要改变啊，这种改变错音的观念啊，错音也就是它原来调式啊，因为我们要符合我们终止式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做了半音的变化，所以叫做错音的观念啊，也就是我们临时记号改变它原来调式的这个 integrity 啊，原来调式原来是降提，可是在这时候呢要提还原啊，是这样的一个例外现象，所以我们不能把例外的现象视为是它的原真的状态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调式的混合，也就是大调跟所谓的Misolydian 调式彼此之间的一个混合，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考虑到音域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些说起来是蛮复杂的。那么我们如果不用三声部的这种写作方式，而要用所谓的吉他的这种方式来写作，有时候是真的是不是那么清楚的能够表达啊。我们知道这个吉他的谱号呢都是写在一个高音谱低八度的高音谱号之中，要把这个所谓的声部写作进去，有时候呢会变得比较 cranky 哈，比较拥挤的一种情形啊。我们关于这类型的乐曲呢还会一系列的介绍。当然在坊间我们有时候看到这类型的 transcription， 把鲁特琴曲呢转成吉他乐曲来演奏比较可惜的就是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对于原来的复调的那个隐含的意义那么把它真正诠释出来的版本。当然这也就符合了这一个乐曲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它的曲名叫 Ritchica， 每一个人呢都要去好好的 research 去 search 去追寻去寻求它真实的意义在里面。当然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三声部的还原不是绝对唯一的可以它容许的不同的诠释，当然这个不同的诠释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看法。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